别叫了啊，别叫唤了啊，叫唤一叫唤一晚上了。太硬了，这怎么就六个了呢？那个在笼子里边呢，这在这儿呢，我怕它掉下去啊，我怕这小口陷下去啊，它太小了。这上面待着不舒服，它不是不舒服，他们是没吃饱啊。来，我看谁叫呢？我看谁叫呢？我看老大来，老大来，哎呦我操！老二来。不够吃，老三，一会儿还得给省。老四，你还是不叫了吧，老四。你看老五，老五抢过去了，老五抢过去了，老五踩住了老四，老五完了，老五呢？好了，老六别叫了，老六啊，老六别叫我了啊，老五都掉一滴眼睛里去了，老六，给你个老六了，还得拿手喂，那拿手喂，不拿手喂不行，啊，我得拿手拿着他们几个，啊，老七呢？这老七啊，一人给一口。啊！这回行了吧？我这回行不行？这回应该行了吧？这回啊，没毛病吧？这小肚子啊，有点小不点事儿了，你喂不饱他们，你说我喂不饱他们几个呀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说喂饱就喂饱他们几个，啊！我只是想让他们几个小不点的少食多餐，啊！你说呢？这个羊奶啊，我只是想让他们几个少吃多吃，不是喂饱不喂不饱，你看这有的是奶，看着啊，哎，少吃多吃，你不能说一下子啊干的老多，你吃多了也不好一下子，小老三在这里边啊，就找一个跟小老三陪伴吧，作伴吧，让他们都回去吧，行吗？你别在这里边待着了，我看你们不愿意在这里边待着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非得吃饱，你说你们几个非得吃那么饱干啥呀？慢点吃呗，一天多吃几顿，是不是？
我跟你说，其实吧，也不是因为这帮狗蛋子吃不饱，啊，家人们，你们知道为啥吗？啊，是因为咱家这帮狗蛋子吧，他们几个看着我了，啊。是因为这帮小狗他们几个看着我了啊，这帮小狗蛋呢一看着我就想多吃点东西啊，聪明，可聪明了，老聪明了，现在啊，没看着我的时候没啥事儿，一看着我就想吃东西。你看着我一过来啊，啊，是不是小老爷啦？我天天喂他们几个，原先是想妈妈，现在是想我，啊，但是也想妈妈，也想妈妈，啊，看着我就跟看着妈妈一样，啊。这看着我就跟看着妈一样啊，跟看着娘一样啊，还真是，是不是？你看都上这儿来吧，我要上这边坐，他们都上那边去。你看着啊，你看着啊，我上这边来啊，哎，你看看我上这边来了，你看他们以为还我的还在那儿呢。你看那帮几个看着我了吗？谁看见我了？你看着我了，小老大看见我了。啊，都来了，小老六来了啊，都过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小老五那个大笨蛋还没过来呢，小老五。啊，小老五，你那个大笨蛋你还没过来呢。啊，老五，你没看着我呀？老五啊，看着我了，小老五看着我呢。私信预定小狗啊，家们啊，私信预定小狗啊，太远了，太好玩了。哎，咱们试探一下子，咱试探一下子，把这帮小狗蛋子都给他们放地上，啊，家们行不行？啊，看他们几个会不会走，咱看他们几个会不会走吧，行不行？来，没事啊，家们，大狗不可能咬小狗，啊。大狗不可能咬小狗啊！咱看这帮小狗蛋会不会下地走道？他们几个也该训练下地走道了，家人们啊！啊！啊！也该训练下地走道了。放出来热闹来！啊，放出来就野了，看着这帮狗蛋放出来就野了。以后，哎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走老爷了，快来，走老爷了。别让 Seven 生气 ，Seven 生什么气啊？他不咬小狗啊，胆大。小狗放出来打，你看走多利索，你看走到多利索，你看他们几个，这走到多利索，啊，小不点走到也利索，你看看，小不点走到也利索呀，你看他长得小，啥都会，你看小老二自己都跑这儿来了，你看，老二，主播你太心大了，我觉得肯定是没事儿，啊，肯定是没事儿。你们怕什么？知道吗？你们怕他是大狗咬小狗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首先，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一下子，为什么我不怕？啊，首先吧，家人们，大狗没有吃饭，啊，有可能你所担心的东西，家人们，是由于大狗吃饭的时候才会发生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咱家这帮大狗现在都没有吃东西，知道吧？哎。他不可能发生什么争吵，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啊，家人们争抢之类的事儿，知道吧？我估计发生不了。啊，
踩到踩到也不能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过来吧，扶着进来，来扶着进来，进去吧，我叫进去，来进去啊，让小狗蛋找妈妈吧，好吧，过来来，我看谁聪明，过来了，快吃饭了，我看谁聪明啊，吃饭了，快来，快来吃饭，找老爷来，快啊，让谁，我逮着谁让谁回家啊，啊，小老二，快来吃饭了，快来，那个小狗蛋就跑那里边，嘿。快过来呀！那小老五在那撒叫唤，小五在撒，老五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啊，老六，多溜达溜达，来，去吧。哎，你插点啥呢？长个大体格子。啊，你插啥呢？啊？腐牛上线啊！大奶瓶子上线，跑得真快。这帮小狗都会越狱了，你知道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这么给它安上吗？家人们，为什么把门给它关上？我不关门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不在这屋待着，他们早就跑出去了，跑的满屋都是。啊，这个小门，这个小门我一打开，家人们知道吧？这帮小狗蛋子跑的满屋都是，直接越狱。腐牛就躺那，腐牛来，腐牛躺那，腐牛你先躺那。虎牛，你先躺着来，坐，坐下，我这来，坐下，坐下，哎，好，虎牛躺着来，躺。哦，你看虎牛奶挺好的，你看着人家吗？这虎牛奶挺好，它不愿意喂，虎牛奶不愿意喂，知道吧？它奶挺好，死死的往外吃，知道吧？不愿意往，不愿意喂呀。我看来，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，我看这帮小狗啊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给小老三留个位置。给三，那小老三，再争取个位置啊，小老三，啊，给小老三争取个位置，家人们，啊，因为这帮小狗吧，谁都小老三谁都抢不过，啊，长牙了疼，但是他们不咬啊，家人们，这才哪到哪儿啊，还没满月呢，家人们，现在还没满月呢，这帮小狗每天都得吃母乳，不吃母乳可不行，啊。多天了，裹的麻烦，麻烦了。你干啥呀？你来找我干啥呀？你来找我来干啥呀？行吧，嗯，老五，欢迎来，老七好了吗？老七好了啊，家人们，我给你看哪个老七啊？这个是老七，这就老七，这个看，家人们，这就老七，老七现在长得非常大，他家人们没有绳，这个就老七，看到吗？嘎嘎能吃，啊，嘎嘎能吃，给老七打完针之后。给老七打完针之后基本上三两天就好了，家人们，基本上三两天，知道吧？小牛蛋蛋撅个腚干啥呢？这谁的腚？我看谁的腚？啊，家人们这瞅着像谁的大腚？啊，等会儿啊，我过去，我拍他一下子。哎呀，小牛小腐牛蛋子为什么不愿意喂小狗呢？腐牛过来，来，腐牛过来，我看你没有奶了吗？腐牛，来进来，来，腐牛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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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，我看你没有奶了。啊？走都走不开，家人们，走都走不开。你看这帮小狗总围着我转悠，咋整啊？啊？咋整啊，家人们？这帮小狗总围着我转悠啊！你说可咋整啊？啊？都围着他姥爷转悠啊！喂饱得了。这我啥也干不了啊，这个你看看，这是老六给我整的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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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老六，你给我要钱来了，老六，你管我要钱来了，爬这么老高，
啊，咋的？我欠你钱呢？啊，我欠你钱呢，都跑到老高管我要钱啊？老四，你看看你儿子。老四，你过来，四哥。啊，等会儿擦擦这屏幕啊。四哥呀，嘉文，你说能让四哥过来看孩子吗？老四，你能不能过来看孩子？老四，能进来看孩子吗？老四，你看孩子，姥爷能放心吗？老四，你看这帮孩子，我都快成爹了。老四，这帮孩子是你爹，你看这帮孩子，你看，四哥，这不成我爹了吗？这不是，老四，这给谁养的呀？老四，这孩子给谁养的呀？啊啊！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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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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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尿我身上就行啊！你们几个怎么玩都行啊，但是有一点，不能往我身上尿啊！老四带的什么东西啊？老四带的脖圈儿，家吗？啊，那是专门给那是专门那啥的，就是。老四后面东西坏了，知道吧？那个脖圈是为了防止老四舔后面用的啊，家人们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哎呀，叫唤的真好听。我给你们整奶去吧。你过来看孩子，明儿进来，来，进来，明儿你进来看孩子，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明儿进来，你进来，明儿你进来看孩子，明儿接，一二三，明儿，你进来，小明，你进来看孩子，快进来。明儿你进来，我去给煮奶去。你进来看着孩子，你怎么还瘫着了呢？明儿，你进来给看着孩子，行不行？明儿，我煮奶去。明儿听话，明儿听话听话。明儿，你进来，你过来看着孩子，这是你弟弟，这一大帮弟弟。明儿进来，明儿进来。哎，不吵吵啥呀？你吵吵啊，没人愿意看你。你进来呗，明花。你吵吵啥呀？没人愿意看你。谁看那玩意儿啊？吵着脑瓜疼，啊？又开始嘚瑟了，欢迎家人们啊！这不能，家人，我不能让他们进来，我能让进来吗？就腐牛蛋子能进来就不错了。我特意把这门关上的，我一个是防老四他们进来，再一个是防谁？防小迷糊啊，再一个是防小狗出去，家人们知道吧？我特意给安上这玩意儿的。老铁们，你看我天天紧闭这玩意儿，知道吧？我能让他进来吗？这不开玩笑呢吗，家人们？那么扯淡的吗？你让小迷糊进来，那不完全等于扯淡一样吗？家们，是不是？小不点子，小不点子这呢。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，家们啊！大家伙有需要粘苞米的，粘苞米啪一发拔棒，咱就说小不点子是不是越来越好看了，家们？啊？是不是小不点子越来越好看了？啊？你看小老六，这小子爬这么高。你上这来干啥？你爬这么高干啥，老六？啊，你爬这么高干啥？你看他们给我裹的，你看你给我裹在身上，啊！粘苞米拔棒啊，家人们啊，整奶去，整奶去，我受不了了，先别叫唤了。我刚才给他们喝了一袋半，知道吧？没想到不够喝，这狗子一天比一天能喝，我就感觉这个胃呀、啊，他们这几个小狗蛋这个胃都让我给撑大了。你看家们，你看他们刚才一人，他们几个刚才喝了一罐半，知道吧？一袋半，平均一个狗蛋喝了100毫升，平均啊，家们啊，你看小老六，让你们看小老六，啊。
你看见吧，也鼓鼓的，这小肚子也鼓鼓的啊。能不能别造你，别造你，我肯定不能啊，老铁，肯定是不能不造我呀，这必须得造我呀，老铁，你看看啊，你看看，你看我俩像不像，看俩像不像啊，喝杯奶吧。嗯，整奶去啊。不够吃，咋卖的？私信主播家吗？啊，想要小狗的好朋友们啊，家们想要小狗的好朋友们，待会儿我可以私信主播啊，老铁们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咱们点点亮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嗯啊，来，下去来下。哎呀，脖子咋整的？让小狗蛋子给挠的。啊。我还得再整两袋吧，还整两袋来。绿圈是老几？绿圈是老四啊，家人们啊，绿圈是老四。来，你说我这一天天的啊，不造我能行？家人们，不造我谁给毒奶？是不是？啊，直接说吧，谁能帮我毒奶？老四能啊，还是小迷糊蛋子能帮我干活啊？这一个狗蛋，哪个狗蛋能帮我干活？啊？都是我自己的活。我怕狗喝不了，知道家吗？啊，嗯，我再煮一袋能行吗？啊，我再煮一袋吧，啊，再煮一袋呗，多了别煮了，你再煮多了他们真吃不了，知道吧，家们？啊，我再煮一袋。鲜羊奶，家人们啊，加点量吧，小狗吃不饱啊，一袋不能够，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你等一会儿，刚才我喂了一袋半，说家人们，刚才我喂了一袋半，你现在你再给它整一再整两袋的话，就相当于吃了几斤，一袋是一斤，家人们，一袋是一斤，你再给加两袋的话，就又加了两斤，知道不？刚才那一倍啊。这已经是两袋了，家们，已经是两袋了，不行咱们再加，煮你怎么煮都没事，你别浪费呀，家们，对不对啊？你别浪费，少食多餐它不浪费，知道家们，就算你一次吃个肚子鼓鼓溜溜的它没有用啊。啊，那等会儿的呗，一会儿吃饱了再说。我因为我喂狗，我天天都喂狗，我知道怎么喂，知道家吗？之前的羊奶粉有吗？没有了，家们，都没有了，都让咱们狗蛋子吃了，没有了，羊奶粉也没有了啊，家们啊，来整一半粘苞米啊，老铁们，整半粘苞米啊。我看现在几点？等会啊，我放着，老铁们啊，家们想吃东北粘苞米的好朋友，咱拍点粘苞米啊。粘苞米，家人们，拍一发八根，看见没？都是大棒的啊！看见没？粘苞米八根，坚果今天收到了，特别好吃。坚果，这里边是服用的汤。哎呀，腐牛蛋子现在怎么给它喝汤，它也不下来。
啊，年猫米拍发宝棒啊，老爷你能不能把手机放那边，我们帮你看孩子，你干活。你们帮我看孩子，就有啥事儿的话，你们也不可能告诉我呀，是不是？马上好啊，家猫啊，马上好。这个奶我估计再有两分钟就好了，啊，再有两分钟就好了啊。还行。啊，老爷姐姐要羊奶粉呢？没有啊，姐，现在没有羊奶粉了，咱都卖完了。你羊奶都没有了，羊奶都卖完了，家们，现在只有酸奶，只有羊乳酸奶，其他全卖完了。关于奶的东西全卖完了，家们。啊，现在只有酸奶了，羊乳酸奶纯正儿八经的羊乳酸奶还有，家们，19块920袋，其他全没了。啊，羊奶粉都没了，全卖空了。小心一会儿扑了。现在只有羊乳酸奶了，啊！你这羊奶粉啊，羊奶粉现在的话，他没来货呀，家人们没来呀，啊！再一个是咋，家人们？再一个，这么现在这不你马上年底了吗，家人们？马上年底了，我想清清库存，你知道吧？年底我搞一波大厂，知道？我想清库存，不想那个，现在不想进货了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啊，我想清清库存，年底的时候，啊。因为我这房子到期了，我们这边房子到期了，想换地方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这一换地方吧，你必须得清库存啊！我到时候看看，再整一批羊奶粉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再整一批羊奶粉，啊啊！小明儿，操你哥的！你他妈疯了吧你！小迷糊蛋呢？啊！我这库房快到期了，我的妈！那边库房快到期了。您苞米啊，老铁们，你看。黄的啊，你们收到过是你黄苞米，嘎嘎黄，老铁们，这棉米嘎好吃，八根全是大棒的啊，从现在开始算，54，54，10分，啊，54开始，马上好啊，我那个奶瓶去，奶瓶在这刷一刷，把奶瓶刷一刷啊，他们也能坐飞机或大客，能坐家人，啊。他们都有简易，都能坐飞机，都能坐，别说大客呢。我跟你说，火车都能坐，他们几个，知道吧？咱自己就能办，啊，能上火车，能上飞机，咱这狗从小就能。小迷糊、Seven、老四他们都能上，都能上火车，都能上飞机，啊。我说的吧，开了吧。我操，直接交我手上了。家里你说这个奶哈，羊奶，你咋这么干净呢？啊，是不是？这个羊奶吧，说实话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，老铁们，它就是羊奶，知道吧？就是鲜羊奶，没有经过任何的二次加工，知道吧？它竟然能挤得这么干净，啊，纯手工挤的，我看见了，老铁们，啊，那天我去取羊奶去，老铁们啊，因为那天早上，知道家们奶不够了，我去取去，
啊，我看他们这他先挤这个奶，知道吗？啊，可快了，四头大母羊，啊，四头大母羊，知道吗？别太热了，狗仔不能给他们吃太热的，家人们。我一会儿吧，我把这个奶，哦，家人们，我把这个奶我给它放凉水里头啊，啊，给它放凉水里头，怎么那么热呢？你放这里头，我天天要都放这里头，天天都放这儿，知道吗？啊，这样式的就没事了。呀，你们没看见？我寻思你们看见了呢。两分钟之后就好。啊，在这放着吧，两分钟之后就好了。凉的可快了。这样浪费水？不浪费水啊，你给它蹲水里头啊。你蹲水里头，不是说一直在这浇。嗯，哎，你看一下吧，蹲水里头不是一直浇。嗯，好了，两分钟之后就好了。这不行啊，不用手试一试。我都那个整过很多遍了，它多长时间能凉，多长时间不凉，我都知道咋回事了。所以你们就放心吧，家们，我这一天喂多少遍呢？啊，家们，玉米拍一发八磅啊！咱就是土豆粉到土豆粉，老铁们啊，想买土豆粉的话，你们今天都可以拍土豆粉啊，老铁们，土豆粉的拍一发六袋啊！哎，我这一天我都喂好几次，它放多长时间、多少温度我都知道。没吃过咱家土豆粉的家吗？啊，大家伙一定要去尝一尝啊！好了，咱少一个呢，一个都不少，老铁们，现在他妈一个都不少，啊、嗯！土豆粉明天应该就能发货了啊，家人们，想买土豆粉可以拍一个啊。好了好了，梗进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感觉这一瓶指定能吃饱。哎呀，不行啊，感觉还是有点热。
我等会儿再过一下，再过一下，稍微过一下吧。你就看吧，我挨个啊，我挨个让你吃饱它啊。我先从老大来。绿色那个最白，先从老大来啊。等会儿啊，我试探一下啊。你这小狗给我挠去了，你看，这小狗给我挠去。一点事没有，一点事没有，来，来，肯定能吃饱了。我就不相信你们还叫，嗯，我这回都给你灌饱了，啊。又得加奶，现在一天，现在一天得六袋奶，我跟你说，啊，现在一天得六袋，平均一顿的话得两袋奶，啊，平均一顿两袋奶，家人们少了都不够，啊，不行，我感觉够用了，我觉得够用了吧，这奶，嗯，是不是够用了？啊，小老二，现在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啊，一个一个来啊。都沾巴点，都沾巴点。啊，刚才就是那么喂的，啊，多少奶也得喂饱，不然怎么长大？这帮小狗今天咋这么能喝呢？哎呀，不行，把那一袋奶再给煮了吧？啊，四袋奶，我这下午一点多钟喂的，啊，平时都是这点喂呀，今天咋这么能造呢？你们几个啊？早上一回，下午一回，晚上一回，游泳了，然后其他时间吃母乳，啊，得天凉了，家们得天凉了，我发现吃奶呀，他们不行，挺不住，啊，得给他们天凉了，啊，老四呢？老四来。老三没吃饱。
矮的，你这么矮的话，它就吸空气了。看到家伙，看到吗？你就得给它撅起来，看到吗？就得撅起来。看到家伙，你稍微矮一点的话，喝一肚子空气没有用啊！你得给它撅起来呀，它才能喝着奶呀。小老三可是喝饱了，啊，小老三可是喝饱了，啊！我再整一会儿。三文，你干啥呢？三文，你干啥呢？三文，你又猜球呢？你又猜球呢？三文，又猜球呢？啊！那玉米啥时候开始煮的？54是吧？54，没事啊，家人们啊，没事。等会儿我再开锅，啊，我先把这奶给它装上了啊，家人们，先喂完小狗，先可小狗奶，兄弟们啊，先可小狗奶啊。这些奶怎么还不够呢？家人们啊，正好啊，这个奶正好温乎，老铁们，这个奶现在正好温乎的啊。好，这个粘苞米，老铁们，粘苞米马上出锅，看见没？这已经出锅了，粘苞米啊。好，我关火，我给你们看着粘苞米好不好吃，老铁们啊，看着，家人们，这粘苞米嘎嘎粘，老铁们看着吗？你看见没？啊。又黏又糯，老铁们啊，看着粘苞米，这一刚一出锅的时候，你看见没啊？都炸了，看见没？啊，有想买咱家这种粘苞米的啊？这正儿八经的东北粘苞米，老铁们，看着这从里边炸开的啊，拍一发八磅，老铁们啊，好了，我去喂狗去，拍一发八磅，只需29.9元，熟的特别快，盖盖一会儿吃。现在都吃粘苞米，家人们啊！现在粘苞米多火呀，这时候啊，都吃粘苞米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吃啥都不如吃点粗粮，老铁们，咱就跟你说啊，咱家粘苞米全是大棒的，没有小棒的啊！老铁们，吃啥不如吃粗粮，你就吃就完了。老四喂了是不是？老五没喂，老五老六没喂是吧？老五老六没喂，刚才老七喂没？过来。不行，拉了，那小狗拉了。啊！你吃啥不如吃点粗粮啊？是不是？粘苞米在第一个链接呢，家吗？啊，29.9元，在第一个链接呢，现在给你讲解的。啊，好了，谁吃了？老四没吃吧？老四是吧？老四吃了吧？老四吃这么大肚子呢？老五没吃，老四吃了，老五没吃是吧？我说的嘛，我觉得老四应该吃了。这是老五啊，这老五，哎，老五我会吃的，吃几口也饱了。60单啊，粘苞米好吃，家们你放心拍吧啊，家们，咱家粘苞米口感不好的，硬的啊，不好吃的我都给你退啊，家们，咱家都有售后的啊，咱家可不是上别人家卖给你就不管了啊，家们，在咱家买的东西有任何售后问题都管你，家们啊，你在我们家没有什么说在咱家买的东西不管你的问题啊，没有，不会有的啊，你放心吧啊，老五老六来。老六，这奶不够，还得他妈给他煮，还得整奶，家们，奶不够。啊，玉米甜吗？正常的甜啊，家们，正常玉米的甜啊，没经过任何的二次加工，咱家粘苞米没有任何二次加工啊，家们，就是正宗粘苞米啊，甜肯定是甜的啊。啊，你先别吃了。
给老七来一口，给老七来一口。家人们，我听你们的好的呀，家人们啊，感觉狗蛋的好像没吃饱，你看家人啊。哎呀，你别晃悠，老七，你吃东西别晃悠，你别摇头晃脑的。为什么吃奶要游泳？哎，我跟你说为啥，他应该是想把住点什么东西，知道不？啊，你看，家人们。他应该想把住个东西，啊，他把不住。他妈不给吃奶，哎呀，他妈呀，他妈没正形啊，他妈打麻将去了。哎，咋整吧？孩子他妈没啥正事儿啊，老铁啊，打麻将去了，现在天天他妈三缺一，怎么整啊？你说啊，没正事儿啊。哎呀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妈妈，没见过这样的妈妈，家人们，没有啊。笨的不会说，不是，这不是采奶，我告诉你，他就是想把住点东西，知道吧？把住就好了。我把手离着，你看家们，这我的手就让他给挠坏的，看到吗？家们，他不是采奶啊，采奶。我跟你说，狗吧，家们，你们觉得狗会采奶吗？家们，他就是想把住个东西，知道吧？你看手给我挠的，啊，你们看着吗？给我挠坏了，他要把住我的手就好了，他不带动弹了。啊，我成妈妈了，我成爹了，我成爹了，家人们。老 seven 让 seven 管 ，seven 也不管。你说这帮狗蛋都不管 ，seven 也不管，啊，老四也不管，啊。男的花卷呢？没有馒头。奶里放点狗粮抗饿，奶里放点狗粮的话，他们就裹不出来了，老铁们啊！我寻思等满月的，知道吗？现在一天六袋奶，啊，今天还给他们一人，今天没喝六袋，明天我开始给他们整六袋奶，一天六袋奶，家人们，啊！我估计满月的时候一天不得九袋奶呀。满月的时候，老铁，满月当天之后啊，一天不得喝九袋奶呀？啊，一个狗蛋的一天就得喝一袋，你看吧，家人们，指定的，我告诉你，指定的老多了。他们现在我发现就喝了老多，你看家人们，现在我感觉他好像还没吃饱，我觉着啊，家人们，我觉得应该还没吃饱，啊，也不愿意带孩子，谁也不愿意带孩子，你看还往我身上爬呢，看你干啥呀，小老五，还往我身上爬呀，你还想吃啊，你还想。啊，你没吃饱啊，还想吃，你还往身上爬呢，哎，还往身上爬，这狗蛋子，哎，你看，好玩儿。哎呀，再来一袋吧，再煮一袋吧，家人们啊，你们几个谁过来看看孩子，福妞，福妞来卖单呢，福妞，你在这卖摊呢啊，给他妈妈开门，福妞进来，把门关上，老师门关上，老师把门关上，老师不能进来啊，老师不能进来，把门关上啊，去去去去，当爹的出去，好，你跟你出去，老师你太危险了啊，你属于那么危险狗物，我怕你们咬狗蛋子，我怕你咬他，福妞啊，你先躺着，你先躺着，福妞啊，哎哎，好好宝，好宝啊，我这躺着躺着，
起。小老三呢？啊，小老三呢？在这呢啊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，没压着，一个没压着，别压着了。嗯，辅助单子别压着了。嗯。那老五都不愿意吃，你看老五都不愿意吃，啥时候断奶？一个月，家人们，一个月。今天几号了？家人今天几号？今天25号，26号。啊？今天25号，26号，25号吧？85号啊。那个28号给断奶，家人们，28号断奶，就一口都不让吃了，没啥意义了，我觉得家人们，知道吧？这小狗啊，正常就一个月断奶，老铁们，你再吃的话也没有啥意义了。它的奶吧，已经是，家人们，它那个奶已经是没有什么营养价值了，啊，已经没啥营养价值了，啊。你干啥呢？啊？没营养，没营养了。现在你唱啥呀？啊，你唱大合唱呢？哦，啊呜呜，哎迷糊。找他爹呢，找爹也不好使，爹能管你啊？他不愿意过去，你看见吗？他不愿意吃，他看不上这奶了。你看，然后他看不上这奶，你看他自己就不吃了。你看见吗？他自己就不吃了，看不上这个奶，知道他妈里边没有奶啊？你看，他知道这玩意吃不饱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吗？你小老五聪明吗？小老五不吃，小老五吃太多了，知道吧？都看不上，啊，不裹都，你看那不裹，这狗聪明啊！这是老几？这老五，家们，这老五，这个扣没奶了，我给你看这扣有没有奶啊？家们，你看这扣有没有奶？你看着吗，家们？你看它裹不裹啊？你看它裹不裹？太不裹，你看他不裹，他好像不太喜欢吃这个奶了，我感觉。裹了两口，啊，能裹出来了，这裹出来了，这肯定是裹出来了，知道不？啊，上乳腺，我都没使劲挤，老铁们啊，我这是，我跟你说，他这个奶，家人们。你别说挤这一小点儿，你别挤这一小点儿，你挤这一小点儿肯定伤，知道吧？你大把那么举，知道吧？大把一下子搂一下子，你再挤，家人们，你们明白吗？怎么搂？家人们，搂一下子，知道吧？哎，从上往下搂起来，然后呢，再轻稍稍微微轻轻使劲儿，你别挤他妈一点儿啊！你挤这一点儿不给抚宁大大干坏了吗？家人们，知道吧？啊？对，就像你看，就像他们几个似的，家人们，哎，怼过啊！你过去，过去来，过去。感谢我贝贝姐，欢迎贝贝姐啊，欢迎贝贝姐啊！贝贝姐开通主播钻石团月卡，钻石团月卡。欢迎我贝贝姐啊！欢迎贝贝姐啊！姐，有时间再老四、带老大找你玩去啊！啊，嗯，钻粉吗？不，钻粉应该是钻粉家，我这我不会看呐啊！带老四、老大、带 seven 啊！带老四、老大、seven 带他们三个，家人们再出去玩一圈，老铁们啊 ，seven 老四啊，以及俺们家老大啊，
他们就是 Simon 和他们的几个这几个孩子啊。咱要是家们，咱要是再出去玩的话，就带 Simon 老四和老大他们三个出去玩，然后呢再下一回家们腐妞小迷糊啊，腐妞小迷糊，你说带老四出去好还是带小迷糊出去好呢家们啊？不冲奶了，冲奶，你说带老四出去好还是带小迷糊？小老四出去过一回了是不是家们啊？三爹不去冲奶，冲奶啊，再来上海玩，这回多去几个地方啊，这回多去几个，现在天气好了，不那么热了，之前跟四哥俺们去的时候太热了，小迷糊。但我想带老大去，知道吧？老大一回都没出过远门，家人们，我想带老大去，知道吧？再争一单啊，家人们，再争一个啊，再来一个。老大一回都没出去过远门啊，是不是？哎，老四、老大、seven。再煮一袋啊，家人们，还煮半袋吧，家人们，行吗？煮半袋吧，我估计一袋肯定吃不了。嗯，你看这个奶哈，每次煮的时候它都有这个底儿。每次煮的时候有这个底儿吧，陪我度过多少夜。也许我已经陪起你多回，我为你所追。再整一袋，这样吧啊，再整。我靠！哎呀，破罐了，这小破再来一袋吧，啊，家们。我发现这个奶凉玩意好喝，啊，指定凉玩意好喝。一袋，老爷哪儿买的羊奶？在哪儿？我也买行吗？你是哪儿的呀，姐？你是哪儿的呀？这是在我们本地买的，姐。啊，你天津不行，这个奶在我们本地买的。啊，这羊奶纯鲜羊奶啊。之前给咱小伙喝那个袋里那个奶粉，那袋就装袋那个奶嘛，然后呢，这卖完了吗？卖完咱家也没有了。咱也没有了，然后呢，我特意找人托人找关系订了点羊奶，知道吧？这羊奶吧，咱们之前吧，本身是想订给俺家姑娘喝的，知道吧？嗯，这狗蛋子喝太多了，一天喝太多了，现在一天得六袋，明天就开始给他整六袋奶，知道吧？然后我姑娘现在不喝了，正好用上了，知道吧？用上这个联系方式了，一直在他家订奶，咱一直在那订奶，老铁们啊，有没有还有没有羊奶？羊奶现在没有了，没有卖完了，家人们，羊奶卖完了，没有了啊。来，家人们，想吃粘苞米的啊，家人们，大伙整袋粘苞米吃啊，咱家粘玉米哈，家人们，看我粥给一个，看什么？你看粘苞米嘎嘎地啊。这是我今天，哎呦好，我新蒸的，老铁们，这是新蒸的粘苞米，啊，拍一发粑粑，啊，狗狗长牙了，泡泡狗粮，我先等小狗满月的时候再给它泡，
这羊奶粉也卖完了。有新的羊奶粉我不敢卖，在我家卖，因为咱那狗没喝过啊，我不敢卖。你要想买羊奶粉，家人们，我随随便便给你挂个链接，我能挂上啊。但是我家狗没喝过，我不敢给你挂，我怕给你家狗喝出毛病来。我们家狗喝了奶粉啥的，原来就那种小袋没有了，但是不是羊奶，那是酸奶啊，不然又粘锅了。八根啊，29.9八根了，行吗？特别软。羊奶粉我今天喂小狗还吐奶了，少吃多吃啊，我家小狗吃太多它也吐奶了。对，满月可以吃奶，吃奶糕，满月能吃饭就能吃奶糕，还没满月呢，我逛街给他们夹奶糕。咱们这个玉米啊，马上开锅了啊！玉米是九分熟了，你们啊，玉米九分熟，咱家玉米全大棒的，看见吗？都是大棒的，老铁们啊！你看一扎，看见没？我这一扎的话是18厘米啊，18厘米。这个玉米呢，家们啊，应该是才17厘米，知道家们？这个玉米才17厘米啊啊，特别长。啊，家们，咱这粘苞米啪一发8根啊，每一根都是300克以上，每一根粘苞米都是300克以上啊。奶瓶我是不是拿过来了？好了，我把手机吃下吃这块儿。我跟你说，咱家粘苞米是咱复购率最高的，老铁们，真的，你放心拍吧。想吃粘苞米，就这粘苞米。老铁们，啊，百吃不厌，收到苞米有坏的、不好吃的、感觉硬的都可以退款啊。咱家都有运费险，有不好吃的都给你赔。开锅了啊，看吧，已经开锅了啊。肯定够了，这回指定够了。他们喝多些奶呀、我就不像这些狗蛋能喝这老些奶啊，我都不相信啊。怎么狗蛋了？
玉米比一般的玉米熟得快，皮薄，是不是家们啊？好吃，这年苞米可好吃了，你放心拍就完事儿。嗯，你看看谁干的？谁干的？操你看看，你看这球，告诉家们，看这球，咬坏了吧？啊，你说能玩？能玩？那球，我跟你说，家们，你们买不买这球？你们家买不买这球？谁家狗能把这球咬成这样似的？啊？不到一小时，不到一小时就把球给干坏了。你就这帮小狗，尤其是 Seven 最能咬球，我告诉你。才稀碎。等会儿啊，我等会儿，我去把这个水放完之后，把汤给腐牛蛋的喂上它，啊，我把汤给它喂上去，这个鱼汤给腐牛蛋的先给它喝一盆，喝完一盆之后，多余的鱼汤，多余的鱼汤一会儿咱们给他们拌狗粮吃。啊。老师进来，老师来。别压着，不能，大狗都在外面呢。走进去。大狗他们都在外面啊，这里边没有大狗，压不着他。哎呀，我他妈，我真服了老四了。家们，你说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？这老四真是让我头疼啊，家们，不行，我不要老四了。啊，你瞅瞅，你瞅这块儿，你瞅这块儿，你瞅这块儿叫老四，你看这老四干的，指定是老四干的，咱妈服了，我怎么这能逮了个现行呢？啊，哎，真服了，我最佩服的狗大的就是老四啊，就是我四哥呀，啊。佩服我四哥呀，发言了控制不住，能是四哥发言了控制不住吗？家人们啊，哎呀，拉倒吧。家人们，这鱼汤还不够给腐牛蛋子喝的呢，啊？这鱼汤都不够给腐牛蛋子喝呢，拉倒吧，谁也别给了，老铁们，谁也别给了，咱直接给腐牛喝得了，啊？让腐牛蛋子直接干了得了，干锅吧，有点热吧？有点热。这是平房还是楼房？这个呀，这是平房，啊，这是楼房，老铁们，这楼房啊。有可能上火，我四哥这要上火，你说得上多大火啊？从来不尿尿，都是去厕所。咱家狗也一样，家嘛，咱家狗也一样，就老四，老四可烦人了，老四往他。不行，咱以后把这些带立棍的地方取消它。桌腿以后家里不放桌子了，啊？哎呀，那天我学一学，家人们，我去跟别人学一学。这个狗狗往家里尿尿，往墙上呲，尤其是公狗往墙上尿，怎么才能啊？怎么才能控制它？嗯？尿了，对，家里是地暖，嗯，
东北他们都是地热，我天妈！啊，东北都是地热。老四这个本性啊，本性难移呀、啊。其实老四小时候可听话了，家人们，啊，家人们，你们，我今天突然翻到一个视频，老铁们，我突然翻到一个我曾经卖过的一个东西，家人们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们想不想看？原先在老房子直播的时候，啊，我突然看见我在老房子直播的时候，家人们有一个，啊，有个视频，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子，家人们，啊，在很久很久以前了。因为我那边有个链接，知道吧？有链接，我寻思我这两天我处理这个链接呢，知道吧？我突然发现一个老链接，老铁们，啊，突然发现一个老链接，啊，我给你看一下子啊，豆包。啊、哦，家人们，你看，家人们，我这个我这是现场直播啊，我都忘了，你看那时候我穿这样的鞋，穿着黄鞋，我那时候穿着小黄鞋了，你看，在之前在卖的那，这里还剩十个，啊，我在这边坐着十年的包，这老四。这老四年轻的时候，这个最少有两年前了，最少是两年前的事儿，两年半了，最少应该是得有三年了，这个应该是得有三年前了，老铁们，你看了吗？这老四那个时候，这在老房子的时候，家这个沙发早就已经没有了，啊，还是这个沙发呢，这个啊。你们记不记得家人们？记不记得这一幕？我在吃粘豆包，这个我看过，啊，这老四，啊，这在老房子的时候，老铁们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姑娘在这屋睡觉呢，知道吧？我姑娘在，我跟我媳妇俩直播呢，啊，小迷糊，这小迷糊蛋子。我跟你说呀，家人们，这房子越小，他越看着越得劲儿。老你们真是，房子大，反倒是瞅的不温馨。你们觉得呢，家人们？你们感觉呢？我反正我是这么感觉的，是吧？原先小房子多好啊，家人们，把东西放的密密麻麻，像家人们桌上，反正有点乱吧。但是我感觉房子小，感觉温馨。你们说呢，家人们？你看小迷糊蛋子，你老四他们，这共挤在一个沙发上，这一个沙发就是他们的娱乐场所了，老铁们，知道吧？而且那个时候。是不是家们啊？屋越小，家们屋子小够用就行。要这么大房子，说实话一点用没有，家们说话还有回音，一点用没有啊！很怀念以前老房子的时候。你看老大那时候还没有腐妞呢，还真没有。这个时候还没有腐妞呢，家们。你看老四和小牛那时候脑瓜就白了，没有。但老四好像似乎一点没变化。四哥跟三年前没啥变化啊，老铁们，你看老四那个时候，啊，是不是？奶瓶，哎呦，奶瓶奶啊！我再往后看一看啊，过两天整点这粘豆包吃，老铁们。你看米黄香米，像那沙发都坏了，你看。嗯，像豆豆似的，各种粒儿的。原先累呀、啊，家人们，你知道原先我直播时候累呀、啊，现在我省了不少事儿。老铁们，你知道现在为什么省了不少事儿了吗？家人们，啊，因为现在这个房子吧，这个屋子是专门给狗住的，老家们专门给狗住的，啊，现在大差不差的，老家们，现在大这收拾屋子吧，也就大差不差的，啊，像原先不行啊。
原先我姑娘跟我媳妇儿，俺们几个都在一个屋子里头，包括狗，那家伙就埋汰一点地方都得收拾干净的，知道吧？以前地下屋里几乎没有狗毛，明白家吗？我们家原先啊，原来在老房子的时候，屋里几乎一根狗毛你都找不着啊。那我媳妇儿也爱干净，知道吧？屋子本身就小，还养了六只狗，俺家姑娘还在屋里头，知道吧？那时候一天他妈地擦八遍，我告诉你，遛狗一天遛多少遍，家人们？以前遛狗遛多少遍？没事就擦屋子，那时候，知道吧？现在吧，放松了，家人们，现在放松了，一天擦一遍，两遍，啊，两遍，擦两遍屋子一天，原先是一天擦八遍。那时候一换沙发就开会，对，好了，奶在我手里呢，家人，奶在我手里呢，我晃一晃，我摇一摇，啊，那时候感觉可好了，家人们，我觉得那时候可好，啊，天天跟狗在一块儿，那时候，啊，哪也不去，就跟狗在一块儿，就在家训狗，就训 seven， 啊，训迷糊他们几个，训老四，跟老四他们拍视频，那个时候基本上天天都有视频，老铁们，你记着不啊？啊？我天天都拍视频，那个时候每天晚上我都发视频，一天一个啊。鱼汤，我给芙蓉娜喝鱼汤啊。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啊！以前老有意思了，家人们特别怀念以前那个时候啊！咱原先那个房子也能回去，明年吧，家人们，明年回到老房子，明年上老房子，家人们看还能不能在那直播了？明年家人们咱有机会回老房子直播，咱看能不能回到原先老房子直播了。说实话，真怀念原先那个地方啊，老铁们啊！原先那个地方有太多的故事了，知道吧？太多，谁没吃？刚才老七没吃吧？老六没吃，老六没吃吧？老七没吃是吧？知道吗？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直播间，老铁们啊！咱大家伙儿，家人们，你们想买咱家那个大米的，老铁们啊，咱们可以拍张大米，45.9，长粒香，焖着米饭特别香，老铁们啊，这个长粒香焖着米饭特别香啊！就想吃香米的，老铁们啊，你们如果就想吃香米啊，老铁们。你就拍这个就完事儿了，这个性价比高，知道吧？你放心拍，45.9十斤啊。不吃了呢。45.9十斤啊，家人们，大米好吃，这个米啊，这个米这个品种是东北的长粒香，我跟你说啊。主播你的大，你的手多少斤？多少？45，多少斤？45，什么玩意儿？你的大，你的手多少斤？45，什么玩意儿？小迷糊，生小迷糊的时候，在医院，我都看见了。你爱人在地板上缝被，我都看见了，是吗？我都忘了。我媳妇在地板上缝被啊啊！十斤大米45.9，十斤啊，家人们。你看他怼啊，你看。他怼奶瓶，你看见没？啊，大米吧，他应该说是大米。大米是45.9啊，老铁啊，45.9十斤啊，十斤大米啊。不行，咱还喝了。老六刚才没吃饱吧？老六刚才没吃，给老六再来点啊。这回狗真吃饱了，家人们，这回真吃饱了啊。这回不可能没吃饱吧？你瞅老六，烫吧。什么呀？奶呀，奶不烫，啊，正好，啊，
吧。老五，拿上来，拿啊，拿来两口啊。每个狗蛋都沾巴点，沾巴没了，锅里还有呢，还有呢，家人们。嗯，小老大三边人来，小老大来，怎么有一个头那么小？那是他长得小啊。不吃了，看着吗？自己不吃的啊，来。吃过了，老四没吃过吗？老四没吃吗？刚才不挠了，看见没？我让他把住，他不挠了，看见没？吃了羊奶长大的，你们终于快满月了，你们几个终于快满月了。好。哎呀，终于吃饱了吧？这回，你没吃饱啊？你指定吃饱了，你不能再吃了啊！指定不能再吃了，你们几个啊！好，小弟吃了啊！小弟吃了，小弟刚才小弟也吃饱了。谁呀？你是？他知道鸡宝吗？指定不知道鸡宝。指定不知道鸡巴，你看这小狗，家人们，你看这小狗长得啊，你看它，家人们，啊，你看它，特别小，老铁们，特别小，啊，家人们看着啊，特别小的小老四啊，特别小的小老四，跟老四一样一样的啊，家人们啊，你看家人们，这吃东西来嘴巴子呀，看鼻子，老铁们看，啊，看眼睛，特别小的小老四啊，家人们啊。特别小的小四哥，啊！私信主播，想要小狗的话，私信主播，老铁们，啊，想要小狗的话，私信主播啊，家人们，啊，拉布拉多呗，你都不知道啥狗啊？那你别买了，老铁，你都不知道什么狗？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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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拉了拉了，家人们，吃完就拉，吃完就拉，别踩着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快下去，我得看着点，我得看着点。他那不属于拉稀啊，老铁们啊，因为他们吃的奶没吃狗粮，自然而然的不属于拉稀。啊，好了，看
拉屎你，拉屎你嗷嗷叫唤什么玩意儿？你拉屎，你拉屎你叫唤什么玩意儿？嗯。这拉拉不拉多卖吗？拉不拉多？私信主播。我靠，腐牛大的喝了一盆子汤啊！啊，家们，俺家腐牛大的喝了一盆子汤，是真能喝呀。嗯，干哈呢？这怎么还玩上奶瓶了呢？啊？卖啊，私信主播老铁们啊，是吧，想正了八经的想养狗的话，你们私信我，家人们啊，就在这打听的，没事打听的就不要打听了，家人们知道吧，就好信儿，那有的人就好信儿啊，就想问一下多少钱一只，是不是，就想问一下多少钱一只。你真心想买的话，你可以私信我了，兄弟啊。前天生病是老几？那是老七，已经好了。老七在睡觉呢，那么那呢吗？在睡觉呢。福牛过来，福牛来，我看，福牛喝没喝饱？福牛你躺这儿，我看躺着看喝没喝饱？啊。嗯，福牛喝了一肚子汤，嗯，刚才给福牛蛋洗澡了，马上了，嗯，过两天福牛蛋出月子了，给福牛蛋好好给他洗个澡，沐浴一下子，给他找个买个大盆，我到时候给他整个大盆过来啊，家人们，给福牛蛋好好泡一泡，啊，这生蛆了，福牛蛋的身都那啥了，福牛蛋子啊，你身都生漆了，都有味儿了，啊，我现在闻着福牛蛋身上都有臭味儿啊。啊，家人们，腐牛蛋身上果可大味儿了，就是小狗身上那个味儿，到现在我都可能闻着它身上那个味儿，像生小狗那个味儿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到现在没散去呢，啊，我给腐牛蛋给它好好整一整，啊，好好给它洗个澡，产后再过一个月再洗，产后就是出月子就给它洗澡就完了呗，腐牛出月子就洗就行了呗，不用说产后多长时间给它洗，啊。这毛蛋子，包子进去，包子进来，不能出来啊，出来跟狗干架啊。多待一段时间没事儿，家人们，我觉得没事儿啊。你们知道为啥呀？那腐牛蛋子天天都出去，老铁们，俺家腐牛蛋天天都出去啊啊！你们知道外面多冷吗？腐牛蛋子最愿意干的一件事就是出去溜达玩，知道吧？外面我们东北的温度，外面-20多度，家人们，腐牛蛋子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出去玩。知道吧？而且你要不是说放腐牛回来，腐牛不带回来的，啊，就你开门，腐牛蛋都不带回来的，他愿意在外面待着，腐牛愿意溜达，包子洗澡，包子我不给洗包子洗，我要给包子洗澡，我给他送到那个哪儿去？我得送宠物店去洗去，犯不上，家人们，为什么犯不上呢？啊，你给包子洗澡，他很有可能挠你。知道吧，指定挠你啊，下次出来，来，我看你睡不着是不是，出来出来，我看你出来溜溜的，
看他往哪去。这么多狗怎么就有院子啊？有院子，家们。你看啊，这小狗，我给它调换一个方向，它就找不着地方了，它就往前走。晚上还出去溜达狗的吗？溜啊，就得溜，每天都得溜，一天都溜好几遍，一天得溜溜好几遍啊，不溜能行吗？小狗蛋多溜溜的好，溜达呗。啊，这小东西，老四过来，老四来，过来，老四你看你儿子，老四你看你儿子，看看你儿子。想要小狗的话，私信主播啊，老铁们，私信主播啊，回去吧。这回去找地方就睡觉了，你看啊，找地方就睡觉了。老四是他爹呀，那指定是他爹呀。老四不是他爹，还能我是他爹呀？咱家拢共就这么一个公狗蛋子，总共就一个老四，家们是公狗。家们，你说你不用老四，用谁？啊，咱家腐妞发情了，然后咱们家拢共就老四一个公狗，你说你不用老四，你用谁？啊，家人们，那那可是糊涂，那肯定是我四哥的种啊。你们就愿浪那糊涂嗑，老铁们就愿浪那糊涂嗑，啊，整包土豆粉得了，家们啊，来，想买土豆粉的，啊，家们啊，土豆粉子，我看这土豆粉，我上给我看去，土豆粉子能不能整点土豆粉子吃？哎，好几天没吃土豆粉了。听见，没人给我整，老铁，我不愿意整，老铁，我不愿意整，我就想吃。我想吃现成的，知道吗？我现在整现成的吃，没有那啥，没有青菜，豆芽子没有青菜吗？有青菜我就整点，没有青菜拉倒，不整。哎呀，没有青菜，你说谁家他妈青菜？这谁家青菜？啊？谁家？你说他妈这是过日子人吗？老铁们，咱就说了啊，这是过日子人吗？啊？这谁家青菜留到这种程度啊？啊，这怎么给我整土豆粉用的？上库存没有了，土豆粉没有了，啊？没有了吗？客服，土豆粉？有没有土豆粉？看一下子啊！有库存，有库存啊！家们，土豆粉子现在有库存啊！土豆粉子有库存，土豆粉子拍一发六袋，家们啊，已经给大伙上好库存了，家们已经上好库存了，拍一发六袋，土豆粉嘎嘎好吃，老铁啊，嘎嘎好吃，刚加好的吧？是不是？也没有你微信的，没有。没有，家人们啊，没有，咱不允许加那个啥，不允许私下下单啊，不允许私下下单，老铁，没有微信啊，家人们啊，别提这几个字，提这几个是封号啊，别给我干疯了，老铁啊，没有啊，你可以私信找我啊，你私信找我就可以了，家人们，你别再这么这样说，你这样说不行，你这样说的话，你请等着让三爷爹封号了吗？这不是，你这不想看我呢，这是。啊，整点菠菜吃吧，是不是？放点菠菜吧，这菠菜都好几天了。嗯，你说这菠菜咋这么埋汰呢？说实话，我真不愿意吃菠菜。老铁们，说实话啊，你说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真不愿意往里边放菠菜呀，家人。啊，
这菠菜也太埋汰了，这菠菜，啊，这菠菜全是泥巴。不会呀、啊，想买你家小狗，你想买咱小狗的话，你这么说不行，这么说就，我如果告诉你的话，我就封号了，知道吧？我不告诉你，你还买不着狗，是不是？我要告诉你的话，我还封号。老铁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你私信我，知道吧？你私信我，啊，我换另一种方式告诉你，不就完了吗，老铁？对不对？啊，我换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不就完了吗？我不能在直播间告诉你，知道吧？我在直播间告诉你，在直播间1400多人不都知道了？那属于什么性质变了？那就属于泄露个人隐私，知道吧？性质就变了，老铁，知道吧？啊，你别管是泄露我的还是泄露你的还是泄露他人的，都属于泄露隐私，知道吧？你不能那么整，啊。对不对？现在你说我突然说出个电话号码出来，那不那大家伙集体都给他打电话，那不等于暴露人个人隐私了吗？家人们，那不属于打扰人生活了吗？人家如果知道是咱干的话，那人家不就可以是不是举报我了吗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不是一个道理啊？啊，浪费水，浪费水，家人们啊，首先浪费水的话，那他就可以不洗啊，浪费水就可以不洗。实在是抱歉啊，老铁们啊，实在抱歉。啊，三元店没有办法，因为没有人给我干活，我只能自己干。老铁们，实在是抱歉，老铁们，能不能别说我，家人们？虽然说有点浪费水资源了，能不能别说我，家人们？啊，有点浪费了，是有点浪费了，家人们。啊，但是我也是不想浪费呀，家人们，我也不想浪费啊。行了，拉倒吧，不浪费了啊，这么地吧，洗洗得了啊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，老铁啊，行了，这么地吧啊。不行啊，这个奶我得倒出去啊，这个奶啊，土豆粉啪一发6袋，我看狗蛋子行啊。哎呀我的妈呀，我这又该喂大狗蛋子了啊。我他妈真服了，我真服了，明天真的，明天我不把这个监控安上，我不把这个监控安上，我不让你们看看明明白白的，我他妈都不姓周，我以后姓狗啊、哦！我非得让你们看个明明白白的。明天谁不把监控安上的，谁不把那个什么安上的？其实这个监控有监控，知道家吗？这个真有监控，你看它亮着呢，看见吗？你看什么家吗？看见吗？它亮着呢，看了吗？但它没有回放，它没有回放。我刚来这屋干啥来了？我干啥来了？这屋啊，对，想起来了，我拿奶瓶子。你怎么不理我啊？9925说什么东西啊？我看看啊，实在是抱歉啊，给他道歉了。嗯，还有一个多月就过年了，咱不知道你唠的什么嗑啊，老铁。还有一个月过年，那不全天下人都知道，你这嗑不唠等于废话吗？是不是？还有一个月过年了，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，老铁？啊？我媳妇呢？我媳妇睡觉了。你认识我媳妇啊？你是认识我媳妇吗，老铁？是吗？还有一个月过年了，你是一个月之后想过来找我媳妇吗？你是我媳妇的什么人？是我媳妇的，跟我媳妇认识，私下认你媳妇，每天开直播，每天开直播啊，我媳妇家铁粉啊。我媳妇家铁粉的是吧？啊，啊，行，感谢啊，感谢关注我媳妇啊，谢谢老铁啊。谢谢老铁支持我媳妇儿啊。
土豆粉拍一发六袋啊，家们好几天不吃土豆粉了，我再整一袋，兄弟们啊，我有多少天没吃土豆粉了啊？有个五六天了，肯定有五六天了啊。土豆粉非常简单了，兄弟们啊，整点小配菜，豆芽还能吃。啊，整点小配菜，兄弟们，看到吗？锅上沾上个纸毛毛，纸毛毛，这个没事没事，奶奶啊，是奶家的奶，没事啊。我这个少放点水，兄弟们，这个别放那么多水，放水放多不好吃啊，放水放多不好吃，直接少放点水啊。整点土豆粉了，老铁们，菜整完了，直接拿土豆粉过来啊，然后呢？土豆粉，老铁们，土豆粉这是一包，一包里边有一个面饼，有一个面饼加上一个小料包，家人们啊，咱一会儿做好之后上口窝里吃去啊。把盖盖上，好了啊，大家上那屋去，老铁们，我看看他们又干啥呢？哎，我看看我这手机能不能看到那屋。我睡觉了，感谢老铁啊，晚安晚安啊，谢谢啊，孤立，眼神真好使，我看我能不能看到这屋，家人们，你们几个神神叨叨是干啥呢？啊，吃饭，啥也不说了，先吃饭，先开饭，老铁，牛肉是软的还是硬的，家人们？牛肉指定是软的啊，牛肉是软的，家人们啊。牛肉没有硬的，硬的哪叫牛肉啊？硬的那不叫那，硬的那叫什么玩意儿？家们，硬的是过期了，咱牛肉是软的啊。你们家的小狗几个月了？我们家小狗零个月，零个月，啊，还没满月。那四哥来，老四过来，四哥来，四哥。老四来，老四，老四来，你坐这儿，你坐这儿，随便去。老四，你过来，坐这儿。班长，我给你摘了啊。老四可能在这儿不得劲儿。啊，我说明天给你换个新的去。啊？那你这玩意儿整的，到时候给你换个新的。啊，该换新的了，这个。再换一根子。老四来，老四来，再给四哥换个大号的。三个。
我那小锅开了。小锅开了啊，家人们，小锅开了。这个土豆粉我告诉你们怎么煮啊，我重新讲解一下。这土豆粉老铁们看着吗，我重新讲解一下土豆粉老铁们啊，来来啊，现在啊，现在想吃土豆粉的好朋友们啊，我跟你们说这个土豆粉怎么煮。首先水不是开了吗，家人们啊，整一些比较好煮的配菜，比如说豆芽子啊，青菜啊，干豆腐啊，还有一些丸之类的好煮的啊，一定要好煮的啊，不好煮的别往里放了啊。哎，咱们把这个面粉放里头，知道吧，粉放里头。然后呢咱们把这个配菜啊咱也放到这里头，知道吧，配菜也放着，这一定要是好煮的配菜啊！如果不好煮的配菜的话，咱提前给它煮好它，知道吧？啊，我这都是好煮的配菜啊，所以我一招都放里头，知道吧？然后咱们把这个料包，把这料包，啊，拆开之后，能吃辣的话，你把这料包里的东西全倒里头，知道吧？像我能吃辣，我全倒里头。如果你不能吃辣的话，你倒一半，你少倒一点。知道吧，家们？哎，少倒一点啊，它不就不辣了吗？对不对啊？哎，像我能吃辣的话，把料包全倒里头啊。然后呢，咱们把盖给它盖上了，或者这个时候你找个筷子糊弄糊弄啊，找筷子去啊，找筷给它搅一下子啊。好，让这个汤啊充分的溶解这个料包。好，水不要放太多啊，家们，放太多不好吃了啊。啊，放太多不好吃了。哎，好，完事之后呢直接给它盖盖啊，坐等开锅。这个一会儿它就咕嘟了啊，开锅一分钟就好了啊，开锅一分钟就好了，家人别着急，一会儿就开锅了啊。我也买了土豆粉，好吃，六袋啊，29.9六袋，好吃，嘎嘎好吃，知道吗？土豆粉你放心拍吧，这土豆粉你就放心买吧。我跟你说，人人都愿意吃这土豆粉，家们啊，就是你不能吃辣的话，你少放点辣，知道家们？不能吃辣少放，开锅菜熟了，粉就好了。你看吧，这个时候呢，咱就可以说给它再搅拌一下子啊，家人们，哎，充分的让它化开这个汤。我听看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嘎好吃！你往里放点，你再往里放点啥？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往里放点啥啊？你们喜欢吃那个，家人们喜欢吃海带的，往里放点海带。知道吧，那味儿绝了，老铁们啊，喜欢吃醋的话里边倒点醋，放点海带，放点醋，老铁们知道吧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现在我的口水都上来了，家人们知道吧，放点海带，放点醋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，放点小山羊片儿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，这汤都是调好的，直接往里放就行，汤料味儿都调好的，老铁们啊，跟那个金丝米粉似的，家人们你们吃过吧啊，这个放里头，一会儿开锅，你马上就好，家人们，马上就开锅，你看着吧，啊，六袋，想吃的话你们拍一单，家人们，六袋啊，土豆粉子，一袋多少克？360克一袋，老铁们，360克一袋啊，你看着，360克一袋，一直接发六袋，我看三月吵吵啥呢？三月在这块，好了啊，家人们，我现在已经讲解完了啊，老铁们，你们会不会做？现在是不是都会做了？好好吃饭，不许抢啊，好好吃饭，三月，啊。放点鱼丸、肉干、干豆腐丝儿，那牛对肥牛啥都可以往里放，家人们都能往里放，知道吧？只要一些好煮的就行啊，好煮的往里放，不好煮的就别往里放了，知道吧？像羊肉片啥的啊，像是那个羊肉片，老铁们，现在马上开锅了，你们啊，你看家人们，现在已经开锅，你糊弄糊弄它啊，糊弄糊弄它，哎，你看家人们，哎，你看家人们，我啥也没放吗，家人们，我是不是啥也没放？是不是就是原汁原味的土豆粉，老铁们，里边我是不是啥也没放？我任何的调料剂，任何的调料包我都没放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任何的调料包我都没放，老铁们啊，就是原汁原味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家人们，我跟你说啊，有的主播他给你们吃那土豆粉，只有他能做出来，你做不出来，
知道吧？但是你在咱们家买的土豆粉，老铁们啊，你在咱家买的土豆粉，我做成什么样，你们就能做成什么样。知道吗？我能做成什么样，你们就能做成什么样。锅在最后一个链接呢，家们啊，现在开锅了，看见吗？现在开锅了，看了吗？一分钟就好，看到吗？开锅了一分钟就好。我能做成什么样，你们就能做成什么样，知道吧？不像有一些主播家们啊，他们做那个做的就是色香味俱全，像他们整那玩意儿，你都做不出来，老铁们，你做不出来，指定做不出来，那么骗人，纯骗子，知道吧？你看咱这玩意儿，家们直接拔电好了 ，OK 了，家们，锅怎么卖？锅在最后一个链接，59块有一个啊，59块一个，看，好，开锅，老铁们看，嘎嘎地，这么土豆粉子多好吃啊，买啥去呀，老铁们？啊，你看这小土豆粉，老铁们，啊，这小青菜，啊，这小，你看，你没发现吗，家们？土豆粉你一煮一开锅之后，土豆粉变粗了吗？家们，看着跟那个米线似的。那能吃辣的话把料都放里头，不能吃辣少放点，家们啊，嘎嘎好吃啊，老铁们你吃就完了，妈我现在都淌口水，你看我天天吃我都吃不够，老铁啊，哎呦我太盖了帽了，家们啊，太盖了，比外面的好吃，我收到了，是不是，家们说比外面好吃，一定要放配菜的啊，嗯，有1块钱配菜就够你吃的了啊，家们您放心吧，有1块钱的配菜就够你吃的了，家们啊，你看家们全土豆粉啊，全是土豆粉，来家们啊，来我给你看咱俩这碗土豆粉的评价啊，老铁们啊，评论土豆粉，来确实好，你没放羊肉卷啊，是没放羊肉卷，羊肉卷没有了，家们4000多条评论，老铁们啊，4000多条评论，老铁们全都是好评，家们4000多条评论都是好评，老铁们看到吗？这个土豆粉我都卖了5年了，老铁啊，卖了5年了，啊，我都，咱家之前那个链接卖的更多，这是新链接，之前那个链接卖的更多，知道吧？之前老包装那个，家们，老包装那个链接我卖的更多，知道吧？老包装链接我卖了20000多袋，知道吧？这新包装链接这是，啊，4000多条评论，老铁们啊。嘎嘎带劲，有米线吗？这玩意儿不比米线好吃啊，家们！我跟你说啊，米线里边全都是胶，你信不信？家们，啊，吃完了是吧？吃完收盆儿。啊，咱家这是土豆粉儿，老铁们，咱这不是米线。我就跟你说吧，那米线老筋道了，里边全都是胶。啊，等会儿啊，我得把这门打开。我给你看这土豆粉的配料表啊，老铁们啊。我给你看一下，同学们，土豆粉的配料表里边就是马铃薯粉、木薯淀粉、山药、食用盐、水，没有了。同学们，马铃薯粉、木薯淀粉、山药、水没有了，就这么简单啊！这谁呀、啊？咋这么黑？嗯？哎，这狗蛋子好像在哪见过呢？这狗蛋子，嗯？迷糊，那不迷糊吗？你家怎么不用煤气呢，家们？啊，因为煤气吧，家们啊，用不好。煤气用不好，我爸用不好，我爸一用煤气吧，就给干干锅他，知道吧？我妈也用不好那个煤气，知道吧？太危险了，煤气。啊，来吃土豆粉去啊，老铁们！啊，吃土豆粉去。回家，给我回家！这谁出来了？不用煤气，就用电，家们就用电啊！因为咋的？为啥不用了？家们，我爸我妈都用不好那玩意儿啊！我爸有好几次做饭都睡着了，知道吧？那老爷子做饭睡着了，家们，你说可想而知，多危险的一件事。知道吧，我爸小牛蛋的不能偷吃啊，不能吃我的啊，你用了这个锅有吗？在最后一个链接呢，老铁啊，
对，我爸爱睡觉。啊，上狗窝吃饭。不是我不小心，只是真情难以抗拒。哎，你说这一天的时间过得真快呢，老铁们，这一整就到后半夜了，啊，又到后半，又到一点了，这天过得可真快，啊，就好像昨天咱们，是不是？就好像咱们好像刚下播又开播了，刚下播又开播了似的，啊。你爸是老迷糊，你说这是你说的这真没毛病啊！我都这么说我爸，我说你们排行老四的怎么都迷糊呢？啊，家们，我都说我爸，家们，我说为什么呢？这排行老四的为什么都迷糊呢？啊，老四也迷糊，我爸也迷糊，这排行老四的为啥都犯迷糊呢？小明过来，小明来，小明进来，小明上这儿来，这儿来，明儿，明进来，进来，明儿。哎呀，明进来啊！明儿来，明进来，明儿，小明进来，小明儿来，进来，明儿，小明来，那明儿进来，明儿。颜色有点深呢、啊，今天处理的。啊，好吃啊，家们啊，想买土豆粉的好朋友们啊，家们，你看咱这土豆粉煮出来多透亮啊！我就买了，吃完就上瘾了。家们，大家伙买过这土豆粉的话，你们扣一啊、哦，嘎嘎好吃。咱家这个土豆粉5年了，家们，我都没换过品牌，老铁们知道吧？啊，6袋啊，家们6袋。明儿，来，明儿来，进来，明儿进来吧。哎呀，明儿啊，小明儿，大明儿，哎，小明儿坐着，明儿坐着吧，坐着，明儿。小明儿就愿跟我一块坐着吃饭，啊，明儿坐着，啊，啊，坐着吧。明儿愿意跟我坐着吃饭，来，啊，我愿意看小明儿，我愿意跟小明儿一块吃。你看明儿差，这帮小狗是总舔的。小明可能不愿意啊，你可以多放点配菜，老铁们，可以多放点配菜，放点藕片，家人们啊，喜欢吃藕片，放点藕片，家人们，放点那个，啊，家人们，放点那个什么玩意儿，这叫那个海带，啊，家人们，海带根、海带芽啥的，知道不？海带片往里放点，嗯。喜欢吃香菜，往这里边放一把香菜的，知道吗？啊，这是自己做的，啊，买了2次，上次买了吃完了，感谢佳姐，欢迎佳姐啊。嘎嘎筋着，你看好吃吗？家人们，我这不跟这么跟你说啊，如果不好吃的话，我早就不卖了。老铁们，我不可能卖5年。老铁们，
知道吧？五年前，完几年前啊？家人没五年，没五年，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卖，家人们，从2020年开始卖，今年2023年年底，家人们，四年了。如果不好吃的话，是2020年，不是2022，从2019年就开始卖，明白？从2019年就开始卖，知道吧？不好吃我早就不卖了，老铁们，嘎嘎好吃啊！你相信我。但是家人们，你们不能吃辣的话，你们要一定少放辣，知道吧？不能吃辣，少放辣啊！可以调，可以调，不能吃少放啊！你看家人们多紧，你说多紧张？看家人们土豆粉啊！放了配菜越好越多越好吃啊、哦！买点尝尝，29.9元六袋啊，家人们六袋啊！咱直播间是多少人现在？啊，1200、1300人。总共就100多单啊，家人们，总共就100多单啊！没吃的家人们啊，没拍土豆粉可以拍的啊！哎我操，狗蛋都来了，不行，我站起。总共就100多单啊，你放心拍吧，肯定好吃。想买我这个小锅，陶瓷的啊，里边是陶瓷，在最后一个链接啊，买了，感谢支持，感谢家人们，总共就100多单啊，嘎嘎金的纯土豆粉，家们啊。家们好吃到什么程度啊，家们，我跟你说汤我都能喝了的。和玉米是最好吃的，感谢啊，感谢感谢老铁啊，感谢家们啊，嗯，我放心拍就完了。6袋，你们6袋，一袋每一包里边是一包粉加上一包面饼，家们配菜是自己家的啊。配菜需要自己配，老铁们，配菜需要自己买往里加啊！来，68单，就100多单，家人们啊，还有30多单卖完了，拉倒了啊！你轻点，图图，我们一听声就饿。你真他妈，只要这卖货，家人们，你们这他妈出吃播为什么吧唧嘴吗？就是因为一听声就饿，知道吧？你看你也不见得要吃。小锅几个档？小锅2档啊，家人们，2个档。这小锅糊底直接跳闸，家人们，不糊底不跳闸啊，糊底的话直接跳闸了。
啊。煮奶我也用这个锅，煮奶我也用这个锅。嗯，哎呀，哎呀，汤嘎好喝了，现在啊，好吃吗？好吃，不好吃我早就不卖了。反正这个感觉这个汤嘎嘎解渴啊。啊，哎呦啊。戴着帽了啊。哎。拍30单啊，土豆粉还有30单了，没有了家们啊，没拍土豆粉的家们啊。咱排到还有30单啊，最后30单。哎呀，你看一会儿，我给你们看包装啊，家们还剩最后30单。我就操！我跟你说，家们，这么跟你说，你吃完咱家土豆粉之后，你肯定不再想吃别人家土豆粉了，肯定不想吃。啊，你买完咱家土豆粉，别人家土豆粉你指定吃不了，你肯定吃不了啊，一袋就够我吃了，家人们，晚上的时候饿的时候一袋就够吃了，家人们啊，这一包家人们360克一袋啊，里边有什么家人们啊，里边有一个面饼，家人们，有一个面饼啊，加上一个料包，剩下的配菜自己往里加，老铁们，这个面，你看这个料包是巴掌那么大了，你看这个料包嘎嘎多，老铁们，这个料包真行，老铁看，嘎嘎多，绝对够用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土豆粉不爱吃，嘎嘎好吃，老铁们啊，嘎嘎好吃啊，能吃辣的啊，家人们啊，能吃辣的话你就拍，你能吃辣的你都把这料包全放里头，不能吃辣的话就少放啊，不能吃辣的少放啊，唉。哎呀，歇一会儿吧。哎，歇一会儿。你说我每天好家们，我往这一躺就得躺到2-3点。嗯，下播之后就得看他们溜达，我就这么看他们溜达。啊，我先遛狗，遛完狗之后咱俩狗就在这溜达，香不香？三万香不香？三，你过来。三万过来，三万呢，三万啊，我跟你说，就往那一躺的时候，三万脸就凑过来了啊，不要放冰箱吧，这个不用放，特意放冰箱冷藏了，但冷藏的话保持时间更长一点，知道吧，不要冷冻啊，家人们，冷藏没事啊，冷藏没事，冷藏的话保持时间更长啊，不是我不小心，只是真情难以抗拒，不是我真心过意，窝卖吗？你说哪个窝？三文，你坐着吧，让我好好拍拍你，行不行？三文，
你的余光让它吻了我的双眼，留下一段真情，让它停不在风脚边。昨天冻的还管吃吗？冻的话就不能吃了，也冻坏了。你可以那啥，你可以给它慢慢缓开啊，慢慢缓开啊，我就怕冻坏了，知道吧？嗯，锅。冻的话其实也没事儿，都那个冻的话也没事，你缓开它就知道了。它如果没碎的话就没事儿，能吃啊，知道吗？没碎的话就能吃，碎的话就别吃了。哎呀，小狗蛋子又干架了。老师，你去看你儿子去。老师，刚睡着，给我唱醒了。I'm sorry 啊，姐，我只能用 I'm sorry 来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了。实在是抱歉啊，实在对不住了啊，姐。小狗干架呢，老铁们，干架呢，他得有干架呢。我看谁干架，我看什么事儿？小狗拉了。别碰了，你们等我一手。哎呀，操，哎呀，等我一手啊。图书馆什么样的呀？啊，你可以看一下讲解。我把它讲解取消的，你现在看一下讲解，啊，就是一个面，就是一个面饼一个料，啊，一个面饼一个料，又到1:40了，啊，这个是这样式的外包装，然后里边是这种的，一个面饼一个料，啊，配菜自己加，想加啥加啥，知道吧？啊，配菜想加什么加什么，啊，油菜、菠菜。啊，土豆片儿，那什么，啊，各种丸儿，藕片儿，啊，家人们，豆芽子、干豆腐、海带，想加啥加啥，啊，锅在最后一个链接啊，你想锅呀？锅在最后一个链接呢啊，这小锅，老铁们，我给你看这小锅啊，我发现都想买这小锅呢，这小锅我是真没想卖，老铁们，这锅是厨艺家的啊，老铁们啊。厨艺家的啊，你们应该买过这厨艺家的小锅，知道吗？59.9一个，这小锅倒是挺好，干啥都能用，老铁们啊，煮个奶呀，老铁们，煮个奶啥？你看我煮奶也用这个小锅，老铁们，我煮土豆粉也用这小锅。我媳妇有时候熬粥，给姑娘熬，给俺家姑娘熬点那个辅食啥的，以前也用这个小锅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啊，这小锅老好用了啊，哎，煮个奶啥的，煮个面呀，老铁们，煮个小面条啊。我媳妇之前住院用这小锅干不少事儿，这小锅干好啊，带中间层，带蒸屉，老铁们啊，带蒸屉，带盖子，老铁们，带盖子啊，哎，而且这是陶瓷的，这里边是陶瓷的，不是铁的，老铁们啊，不是铁的，不是不锈钢的，陶瓷的，而且是不粘的啊，有点辣，味道不错，又干仗了。干啥呢你们几个，嗯，我瞅瞅你们几个吃饱了撑的了是不是，现在谁吃饱了？咱们你说为什么这帮小狗里边，咱们你说往往排行老四的怎么就这么像我四哥呢？啊，我就咱就整不明白，咱们为什么每一窝里边排行老四的
这怎么就跟我四哥长得像呢？你看见吗？这狗蛋的指定是双眼皮，看见吗？看了吗？跟我四哥长得极度相似。哎呀，马上拆家，可不呗。今天给小狗蛋子开个专场，兄弟们，啊。行了，小苗蛋子是真的傻啊。小苗蛋脾气真不好。奶送他们几个上学不？我跟你说，我就能教他们几个啊。教狗学东西吧，其实是一件非常累的事。你说，跟你说，家人们，你要把小狗教会了，说实话，可轻松了，就干啥以后就感觉可有意思了啊。因为你家狗啥都会，拿个东西啥的啊，家人们啊，可有意思了。如果你要没给他教会呀，就像小迷糊，像老四这种，家人们啊，也挺好，知道吧？就像三文这种吧，你给他越教越尖，知道吧？他聪明。老四吧，像老四啊，小迷糊这种，家人们没教会的吧，他也挺好啊，就感觉憨的呼的好玩啊。家人们，你们说，你们养狗是你们想养那种聪明的狗，还是想养那种憨的呼的好玩的狗？老四。家人们，啊，你们想想 Seven 这种聪明的，还是想想像老四这种好玩的，啊，老四小迷糊，聪明的，那聪明的脾气不好呢？那 Seven 指定脾气不好啊，对不对？聪明的狗脾气就会不好。还是喜欢聪明的是吧？啊，各有可爱之处。要是我的话，我更喜欢，但我更喜欢那种可爱类型的，嗯，好玩的，憨的呼的，啊，还有老四。三爷太累了，啥都可尖了。反正三爷太累了，跟我玩心眼啥的，他都知道明白。他知道我啥样啥样了，他知道我什么时候生气，知道我要拿什么东西，知道吧？三爷想的事儿可多了，想的事多，他肯定就累，三爷肯定就累。你看。三文玩呢，哎，然后家们啊，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啊，咱们带狗蛋出去玩儿啊，带狗蛋呢该出去遛弯了，我这手机没有电了，我这手机没有电了啊，家们。
谢谢大家。播到一点了，不播了，家人们，该带我出去了，该带他们出去了。拜拜啊，家人们啊！带走一盏渔火，让它温暖我的双眼。留下一段真情，让它停泊在枫桥边。拜拜，家人们。